该休息了。那我再抄一会儿。那就不打扰了，一切请自便。二位先生，哎，来，好好好，来来，小弟先干为敬。那二位先生，这十八铜人到底在哪儿啊？我说杨兄弟啊，十八铜人到底在哪儿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对我而言，很重要。哎呀，我说杨兄弟啊，这人呐，活着不要太明白了，啊！你看我们俩，
都这把年纪了，活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么说，你曾经是明大人的亲信？正是。幸会，下去领赏吧。谢大人。卑职以为应该给田大人一点教训，而且多嘴的人必须闭嘴。既然他们要打听的是少林十八铜人，那我们就应该用少林的方法去解决。明大人以往就是这么干。杨修得活着，去吧。是。你到达摩院来做什么？我想查清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十六铜人是否真的已经入籍？请方丈大师明示。十六铜人郁结已有十年，对此我从不愿多言。你意了然。如今你已是少林的药局僧医，为何还如此步步紧逼，锲而不舍？想让十八铜人聚集为你报仇？至少你还不会骗人。请方丈大师告知弟子十八铜人的下落。当初我在他那里就是砍不惯，他才抓捕那个十八铜人。你说都是一些出家人，何必呢？李先生啊，那你知不知道明德把十八铜人关在哪儿了？你听我跟你说嘛，我就当着他的面发了几句牢骚啊，都是些出家人，干嘛那么做？你们说怎么着？他呀，就把我贬到了县衙，去编写县志。写就写吧，写着写着，他就说我泄露了朝廷的机密。你一定要知道。我一定要知道。你开悟得了别人，却开悟不了自己。那晚。你唤醒了正行师父，老僧为你的大智慧、大勇气所折服，念你身上的慧根，才让白火师父收你入少林门下。没想到你终究还是未能放下，真是尘缘六根未净啊，罪过缘孽。哎呀，杨兄弟啊，有些事啊不能弄得太明白啊，尤其是那个十八铜人的事啊，等你弄明白了，大祸也就降临喽。哎呀，来吧杨兄弟，喝酒吧啊。哎，喝酒喝酒。哎，你看看朱先生这会儿的年轻人就是个不中用的。朱先生，我得去解个手啊。哦，好，我也去。
们的话太多了。十八铜人已经没有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既然你的尘缘六根未净，那老僧就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当时，身为吏部侍郎的明德，来到了少林寺，声言要拜寺礼佛。观海大师已入大魔洞闭关。老僧身为达摩院首座，代办一切寺内事务，自然不敢疏忽怠慢。而明德刚刚得势，谁也不了解他的底细，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大臣而已。说起来，那是老僧犯下的第一个错误。修得五礼，少林寺是天下名刹，正念大师怎么会在药里做手脚呢？你多虑了。在下奉朝廷之命讨伐倭寇，结了不少仇家，我现在这些侍卫都有些草木皆兵了，请大师见谅。明施主除倭安邦，实乃功德一件，贫僧佩服。大师过奖了。久闻少林寺慈悲为怀，是禅门正宗，寺内的药局更是神医辈出，治病救人，造福一方啊。明施主过奖了。济世救人是乃佛门中人的一份责任，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啊。大师所言极是。这些银两虽然不值一提，但在下也想作为善款捐给贵寺，若能帮助更多的人，也不失为一件美事。明德不但捐出大笔的善款，还在少林修寺建塔那段时间，全寺上下每一个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大大的好人。我真是有眼无珠，被他蒙蔽了。信任明德是我犯下的第二个错误。他说想要见见少林武功的绝学，想当面见见十八铜人的功夫，我竟然答应了。在下此次前来少林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明施主但讲无妨。都说天下武功出少林，这少林的武学绝艺有以十八铜人为集大成者，在下久居京城，孤陋寡闻，很想见识见识，不知道会不会给方丈大师添麻烦呢？既然明施主有如此请求，鄙四怎可拒绝？我少林武僧一定会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。那就太好了。这是我犯的第三个错误。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错误。我们为明德举行了隆重的比武大会。当时十八铜人除了我和正好下山的郑行之外，每一个人都给他展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。
八号正音，刚才使的便是少林绝学大力金刚掌。此功内外兼修，攻城之后可开山碎石，徒手搏击更是威力无比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这少林十六铜人，个个都是以一敌百的高手。设想一下。 如果把你们少林武僧都集结起来，组成一支军队，岂不大杀天下？罪过，罪过！少林僧人向来慈悲为怀，怎能去战场行杀戮之事？谁能信得过呢？少林啊，少林，居然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豢养了如此众多的武僧。 我想请问少林，你们居心何在？来人呐！明施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抓逆贼！ 上！护法！林施主，你误会了。少林习武只为强身，绝无半点谋逆之心。少废话，给我拿下！ 方丈大师，这是你亲眼看到的。少林同仁居然敢和朝廷对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弓箭手，住手！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，想和大师商量商量。请讲。眼前的局面，我想大师也看见了。我只要一声令下，说条件吧。条件嘛，就是这十八铜人除去您和郑行，其他十六铜人。 不合适待在少林，不如随我一同去洛阳，用他们自己的武艺保卫国家。其他武僧人数众多，恐会危及朝廷社稷，就地还俗，归还原籍。什么？你是要保他们，还是保少林？我愿以死护法。 方丈大师，我身后的这些弓箭手时间长了，手一酸，如果这箭放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明施主，大师快做决定吧。容我去向观海大师禀报。请。当时为何不让十八铜人联手？ 以我少林武僧之力，何去那些官兵？我何尝不想？可我心里仍有惧念。我惧怕，自此失去了少林，于是我就去了大漠洞，求见观海大师。
观海大师的说。海大师言：心中有佛，不在少林。众将官听令，将十六铜人押回洛阳，带走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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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。可怜那十六位铜人，走，为了少林的存亡，被明德带走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而明德也就此有了要挟少林的本钱。阿弥陀佛，正行师弟。弟子正行，在佛祖面前发愿，自今日起，修闭口禅，做苦行，直至重见十六达摩师兄弟那日止。师父拜火僧，不得不为明德治病。我想你明白吗？十八铜人已经没用了。十年前，少林寺既然选择了保少林，那么今天也还是一样。少林不在于武，不在于艺，也不在于少林寺。少林在于禅，在于心。
沉下心来修禅学艺。既然少林寺已经拯救不了这个世道，那就让他救救我们自己的心吧。老五做了，大人放心。我没说，就死了。哎呀，我天！身体怎么急了？报告，高大人，酒馆后院发现两具尸首，仵作正在查验。带路。好，高大人请。高大人，这边请。请。高大人，这边。大人，您看。这种掌力，非一般盗匪所能及，没有十年的内力。击不出这样的掌，大人啊，小人实在是冤枉啊！昨天晚上，这两个老头，还有一个书生，在小店里喝酒聊天，一直聊到半夜，然后一出门就再没回来了。聊什么了？小的，没听清楚，好像是什么同人。那书生呢？一大早就被我赶出门了。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？你们是一伙的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，大人，带回去，真的听候发落。不知道啊。是，走。哎，大人，小的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。副官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武林门派？大人，洛阳附近除少林寺之外，再无任何武林门派，而且坊间有传闻。说少林高僧修炼到一定境界，便可开碑劈石，手起砖断。带着师弟去一趟少林。是。高剑兄到邮局了。从二位死者的伤情来看，确实是我们少林的绝学大力金刚掌所致。只是，这是什么？只是早在十年之前，参悟大力金刚掌法之同仁已被遣出少林，少林寺内已无武僧，这大力金刚掌也无人休息。方丈的意思是，少林十八同仁又重现江湖？这老僧便不知道了。方丈，洛阳城内有两个无辜百姓死于少林武功，您一句不知道，恐怕很难交代吧。高将军此言差矣，我少林寺向来与此二人素不相识，怎么会加害他们？我想这其中一定是另有隐情。什么隐情？方丈大师，这位李先生十年前是当时的河南布政使明大人的侍卫，当时朝廷勒令少林遣返武僧的时候，他便在场。
如今，他无辜死于你们少林的武学之下，想必是你们少林想要向朝廷报复了不成？这是您说的隐情吗？高将军明鉴，佛门中人向来慈悲为怀，四大皆空，怎么会有仇恨之心？还望高将军明察。程文道，少林寺里没有仇恨之心了吗？贫僧法号无想。无想？我不信。从今日起，魏指挥司将对少林寺严加看管，任何僧人不得私自下山。方丈，看好你的和尚，如果山下再有人因为少林武功而死，绝不会放过少林寺。收兵！真的是少林同仁所为吗？如果真的是正因他们所为，伤口恐怕不止如此吧。这具尸体伤及了心脏，暴毙而亡。如果真的是正因他们所为，恐怕那人的五脏六腑早就被震碎了。到底是何人出此恶招，嫁祸少林呢？清者自清，您多虑了。哼，拜火师父说的极是，老僧一生参禅悟道，就是迈不过这多虑二字。拜火师父来找老僧有什么事情吗？贫僧只是想知道，方丈为何将同人之事和盘告诉无想呢？常言道，双手推开窗前月，一时击破碧水天。方丈是如此多虑的一个人，为何在此事上就不曾多虑了呢？少林与明德之间的渊源，十年来方丈不曾告诉任何人，却偏偏在此时告诉无想，这又是何苦呢？正行放下了，老僧却放不下。我不想正因他们，因为老僧的过错而遭到什么不幸。如今有人假冒少林同仁扰乱洛阳，高剑雄如此聪慧，不会不知道。他只不过是借机发难于少林，而这件事偏偏又会让吴想再次看到复仇的希望。这少林寺以后恐怕又不得安宁了。吴想本是一块学艺的好料子，一切随缘吧。
生病了，要去药局。行了行了，赶快进去吧。谢谢。就是师傅，师傅，我找吴想师傅，他在哪儿？请随我来，在这儿等我，千万不要走开。哦，二哥，恐怕你还得在下山再查一查。还查？现在整个洛阳城都人心惶惶的，我好不容易得到线索，现在也没了，你让我查什么？这事儿有蹊跷，那几个冒牌货肯定还会再行动，只要他们再动，就一定会有新的线索。那你呢？我不能离开少林，如果我再跟洛阳出现的话，会适得其反。好，我再去查。你自己保重。